你在房子里醒来，但这里有一个男人，他说他是你的新丈夫，你是妻子，但是你没有关于你和他婚姻的记忆，是某种恶作剧吗？起初这与你无关，因为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啊，就像一些动漫中的丈夫男孩一样，但是还有一些令人毛骨悚然，向你的新可怕的丈夫问好。哇哦，然后在网上移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哇傻笑啦，我要你的 body， 什么东西？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山林。看了看看那个搞笑的介绍了，哇，这个游戏也太不得了了吧！我们玩过恐怖阿妈、恐怖修女圣哉呢，终于来玩到恐怖老公啦，耶！我们现在呢，起来发现奇怪的老公啊，右上角拥有十个东西，所以我们要收集十个东西就可以逃脱出去的样子啊。所以，老公来了吗？这个吗？叮，拿到纸条了 ，OK， 哇哦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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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哒哒，我的老公在哪里？我的动漫老公 ，Hello， 等下，我听说了老公可是没有孩子啊，我怎么有孩子了？为什么你在喘气？不要喘了，不要喘了，我怎么有孩子了？你上我直接让我生孩子，而且肌肉男呢？我要看肌肉男的啊，不是要看你的孩子，也不是要看你，不要靠近我，臭小孩！哇 ，no no， 为什么你要掐我？为什么？再对视，再对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要赶快啊！让我离开，让我离开，这边还有药哎，什么东西？我哪来一个眼药的哈？我眼睛有问题吗？等一下，我眼睛有问题吗？你怎么好像要裸体不裸的？啦啦啦啦啦，他眼睛有问题吧？不要喘气了，出去！不要喘气了。我穿高跟鞋吗？这是我脚我穿高跟鞋呢。我可以去跑侏罗纪世界吗？这什么？哦，我拿到刀了呢！哇哦，有刀可以干嘛 ？Hello，Oh my God，Baby 乖 ，Baby 乖，哎呀！摔断腿，为什么跑的时候会有东西打我的脸的啦？是我胸部一直打我的脸吗？打，一直摇啊！婴儿，好快啊！这游戏难度也太高了吧？怎么会有婴儿的？婴儿在很远的地方。OK， 小心啊！这边是旅馆吧？我们怎么来了？好跳住了！他家这么有钱哦，这个男主，我是被他诱拐来的吧？啦啦，有电视可以看吗？哦，监视器，我们就要从这边逃离的吧 ？OK， 楼梯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好吧？哇，哦 ，no，baby， 不要 ，baby，no， 跑 ，OK， 可以，哈，别喘气了，女主，别一直喘气 ，OK， 我要离开这里。我要离开，嘿，让我离开，我去找到所有纸条。好的，这边还有，这边你看。哇哦，什么地方啊？哦，有一个，十个，我可以离开这里了。哇哦，这里是哪里啊？餐厅吗？我来到餐厅了呢。11张，他家好大哦。嫁给他好像蛮不错的嘛，这什么地方？哦，图书馆，还有图书馆的，哇哦，这什么？我拿到钳子了，剪刀，干嘛的？又在拿到很多纸，怎么这么多？怎么这么多？4个，收集完所有纸条，我收集完了，又收集几个？不会卡 bug 了吧？那只能收集10个吧？吃药，吃药。你在我哪里了？我吃药了！我不承认你这个婴儿，所以你不要碰我。他碰我，我就输了。他不是我的小孩，不是。有钥匙保安室的钥匙，保安室有保安室吗？收集到九哥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等下，开门，让我离开。我有保安室的钥匙了，开门。不行来十个了 ，OK OK。Good luck, OK, yes, yes, 婴儿办 ，Oh yes, woohoo, 莫名其妙的，还有别的关卡我知道他马上就来了，我去赶快收集纸条，然后离开这里，对，离开这里哈。什么？我知道他来了，
欸，收集纸条离开这里，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办公室恋情吗？监视器，哦，哦，他离开了 ，OK，OK， 走走走，那里他在那里 ，Hello， 啊，来来来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哦，他在中间呢，哦。这是我，好性感哦！哇哦！等下我要看正面，等下等下，这边还有一个监视器来。睡睡睡睡睡！哦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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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等下等下，我很性感，等下你看到看到我性感 body 了吗 ？No no no no！ 给我纸条，快点，我要离开这里，离开，逃离他的魔掌。No no no！ 啊！不要！为什么啦？莫名其妙的办公室恋情呢 ？Hello， 你在哪里 ？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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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还等我呢？没有这样玩的吧？拜拜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不行，离开，等下，开门啊！开门 ！Oh shit！ Oh no！No no no no！ 你看着我干嘛？我你很帅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不想生，我不想生你的小孩。No， 这什么鬼游戏 ？OK OK， 手机要十分。OK OK OK OK， 他在哪里？走走走走走 ，Let's go Let's go， Yes！、Yeah! 啊，玩完了耶！ Yeah! 好像还有别的关卡吧？还有哦，还有还有咖啡厅呢！哇、wow!我需要一些喝的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我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的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张纸条，哎，等下，哦，这是一个故事吧 ？OK OK， 纸条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纸条，这种奇怪纸条啊，哇，不止二次元的男生啊，还有二次元女生呢，呜呼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？有有有 ，Hello， 耶，呜呼，这是我们的男生，哎哎哎，你是我老公吧？那个是水外面的，哦，这边还有哦，好多人哦，哦，咖啡厅嘛，你好，那是你的男朋友吗？他留了纸条给我的，诶，这个吗？诶，所以这个纸条是那个男生写的，哦，所以你是 waiter， 哦，你是 waiter， 在外面等的那个才是奇怪的人，你的账单已经结了，有一个神是帮你结的 ，what？哇！他在赶走我，那个手势哎！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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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哦嗨 ！Would you like to drink? Would you like to drink? 哎嘿哎嘿，你喜欢喝吗？在这附近没有看过你呢，你名叫什么啊？哇！我手机有纸条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跟着我嘞，怎么办？哇哇哇哇！哎！啊啊！就是你帮我结账的嘛，然后留纸条给我的，留了这个奇怪的纸条。祝我好运！哇！哎哎哎哎哎哎，你不是敌人呢？哎，我可以离开了。哎，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啊、哦！应该是我们主角呢很失落，坐在咖啡厅啊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做。然后呢，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那张纸条，对，他突然间看到桌上有一张纸条，他拿去问服务员，不知道。然后那个招待生说呢，有一个男生留了纸条给我，还帮我结了账啊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去门口跟他答谢，跟他 say hi， 然后一起离开了。对，之后呢，我们到我们工作场所去看，结果呢，他就来我们工作地方找我们了。我们得赶紧跑，赶紧跑。结果呢，突然间惊醒，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床上，原来是那个男生，那个男生把我们绑回来了，还说他是我们老公，我们还有孩子呢。哦不，这什么诡异的，这什么场景啊，什么剧情啊？哎，肌肉男呢？我这边还可以换人的，没错，还有肌肉。今天真是失落一天啊！哎，这什么纸张啊？哦，什么纸张？我没有看过呢。哎，你知道这什么纸张吗？不知道哈、哦。你说什么？那是我男朋友吗？留纸条给我的啊！我的男朋友留纸条，看看什么东西？看看窗外吗？太糟糕了！看什么东西？太糟糕了！啊，有变态了！有变态了！帮我报警一下，不是男朋友，报警！报警！他帮我结账，报警！他裸体竟然说他是沈氏，报警了，报警！啊！所以你帮我结账是吧？那个人只是跟踪狂而已。OK， 有跟踪狂跟着我呢，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工作地方，还是去回家吗？早上喝碗咖啡去上班，陪我一下。OK OK。上班好累啊，是时候下班了吧？哎，
怎么有开门声？应该只剩我一个人了，看一下监视器。没有人。很好很好。哦，是我哎！啊！那个变态，赶快撤离了！什么鬼？要赶快收集资料，赶快拿我们的资料，赶快离开啊！也许他是被派来收集我们的资料，我们公司的。OK， 我们需要赶快赶快。哦，啊！来啦！为什么你要留这个纸条在这里？为什么？他在门口等我了，白痴哦！走开啦！进来了，进来了，欢迎光临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到底想对我干嘛？不要，野蛮天！快点，快点，这边，这边，拿！快走，快走 ！No！ 耶、yeah! ！我的头好痛，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我记得最后的时候我们好像逃离那个变态男了。这边是哪里？哦，这是谁的豪宅啊？哇哦！No！ 这是他的房子。等下。那个小男孩有跟我一样的发色，哎，我们是孩子的吗？啊，我的头好痛啊！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是孩子的吗？我的记忆好像慢慢浮现起来了，我好像整整一整年都被他囚禁着，然后强迫成孩子。我头好痛，我终于恢复记忆了。他下药迷晕我们，不行，我要赶快离开这里去报警啊！不行啊！这是我八点档剧情啊，也太赞了吧！他强制把我打晕，喂我药，让我迷迷糊糊的，然后还强制上我生小孩。Oh no no！ 你不是我的菜，不要！抱歉，小婴儿，我不是你的妈妈。I'm not your mother。你们两个变态过来的，两个变态！不要，我不是你的老妈，不要想喝奶，没有奶给你们喝，你们都不要想吸我的奶。我知道我很正，没有奶给你们，赶快赶快，没有奶，不要玩我的奶，死个 ，OK。Go， 我要去报警。No！ Yes！ 这什么八点档剧情啊？什么 fan game？ 嘿嘿，你知道还有更加恐怖的是什么吗？啊，又到下班时间了，这时候整理一下，这什么纸条？哎，什么声音？这什么纸条？我没有看过。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Holy crap！你在里面是啊？等一下 ，No， 这是为你写的纸条，这比那个比肌肉男还恐怖啊！这个，光头佬来了，光头佬救命！No！ 这是最恐怖的时间。Oh no！ 这难道是我跟你的孩子吗？不，我们没有结婚，不。不，我不要负责本，不要吸我的奶，不要，太恐怖了吧，嘿嘿，你知道还有更加恐怖的是什么吗？又到下班时间了，什么声音啊？看一下监视器好了，这是有僵尸入侵了，你难道是我的丈夫？My husband, oh my god! What are you doing? 哎，丈夫你在干嘛？我没有藏在里面了哦，真是的，哦，不应该呢，哦，真是的，我去拿东西一下。啊！不要！哦，你吸我的奶啊！这什么神作？恐怕阿妈还比较好玩嘞，我叫阿妈来打你哦。这故事告诉我们呢，女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啊。如果有人莫名其妙的帮你付钱了，写了奇怪纸条给你的话，请报警；还跟踪你的话啊，请一定要报警。那是你的男朋友吗？他留了纸条给你呢。哦，他留了这个纸条，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他去哪里了？那边吗？哦。那根本不是人的，是僵尸啊！你们在干嘛的？报警啦！什么鬼 game 啊？Fan game！ 我才没有真正男朋友嘞！好难，肥宅，亚美了！你的胸部还比我大！真正的恐怖游戏啊！我到底玩了什么？